哪一个？好，黑的，黑的到这边，请到那一边，旁边的两排哦。你们有缘，所以你们今天属于黑色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以黑色跟白色两组来比赛咯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是什么节日？对啊，今天是会主余刚真的主保的瞻礼，是我们的安老院的大日子啊。安老院的会主是谁呀？哦，101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看图说故事。你看那个图啊，那你有很多的联想，把我们的想象力都发挥出来。来，在这个画面上你看到了什么？你们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他看着大海在茫茫的对他的未来的方向感到，这是有一点点这个预感。哦，谢谢。你讲的我文不对题，你把故事全部讲完了，那我们该下面还有第一题。我们的石先生说他回答的文不对题啊，好像是啊，余刚真，有人说余刚真在做白日梦，你说呢？啊，有人说这个地方像一个庙，你说呢？啊，这个地方呢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地方啊？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是余刚真出生的地方啊，这里呢是一个小圣堂，是一个天主教的圣堂，余刚真在那里灵洗啊。那余刚真他常常去海边，第一他去等他父亲回来打鱼回来，有时候呢等不到啊，他会祈祷的，在他会跟他的妈妈常常到圣堂去啊，为他的爸爸祈祷，为他海上的安危啊祈祷。我们看第四章，这一张画呢，你看到余刚真正在做什么呢？啊，他在照顾一位老太太，对，大家都看到了啊。这位老太太怎么来的呢？看图说故事，这一位是我们会主第一位把他背回来的。刚才黑队的讲的是对，但是缺少一段，就是会主将他的床位让给这位老妇人睡，好、哦，他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没有睡在那个床上。补充就是这一个，就是最重要的重点。所以我刚刚他的慈爱，他的仁慈真的是，我说他的慈悲真的也有，是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走，真的。所以他真的回天乡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我补充一点点，我们会主的补充一点点。就是余刚是余刚真，不是把自己床帐给他睡吗？他睡在楼阁，由这件事背回来这件事，我就觉得常常会觉得在我心里中，以我们现在来讲，我如果说经济很好，我也不敢去街上拉一个人回来我家里，对不对？你们敢吗？你们大家做得到吗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带回家。安养院不是的，起头是一个人呐、啊。说你是一个家里的小姐，你随便带一个阿太太进来，啊，你以后怎么管她？等一下惹上那个法律的事情去，你都不晓得怎么解决，对不对？惹了一身，所以呢，我就在想说，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。哎，我们能够来到这里，其实我就是。不要说刚开始感谢，再来就是理所当然，再来就是抱怨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要觉得感恩。我一直觉得我会不会以后变成很不感恩的人，我不晓得人就是会
忘记一切。刚开始进来安老院的时候，感激不尽，眼泪汪汪的。再来就理所当然了，呵呵，再来就是说好像安老院欠我的，你没有给我做好，我就告你。不过我晓得这个人生为什么这样，可是对不起啦，可能我比较激动，那大家可能是比较那个，希望大家一起能够，往更做更好了哈。想想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我们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哈。好。